五星体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各个直播平台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冠军面对面。我是五星体育的记者常莹，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呢是刚刚拿到全运会冠军的上海男排的主教练沈琼，还有队员张哲嘉，两位好。你好，主任好。其实从前天拿到金牌到昨天回来，然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大家这两位这两天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昨天我们从榆林飞回上海之后，我们就是全员做了一个核酸，然后也是一个自我隔离嘛，自我隔离。今天早上拿到核酸报告，我们才能出来做节目。相当于是刚刚能够自由活动，然后就来到我们演播室。那其实拿到金牌到现在可能也就不到48小时时间啊，可能没有那么激动了。这一会再回想起来夺冠那一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呢？作为主教练来说我觉得还好，其实打决赛那天我还是比较平静的。其实淘汰赛那场4-2对于浙江的比赛，对于我来说压力啊或者紧张感要强于决赛那场。决赛那场，对。张哲嘉呢，你其实是第一枚成年组的全运会金牌。对，就是当时夺冠的时候那一刹那还是有点难以置信吧，感觉因为感觉自己跟队伍一起训练了那么长时间，然后也就为了备战这个比赛在之前付出那么多，然后终于是拿到这块金牌吧，还是感觉非常激动，然后并且非常满足，感觉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吧。你还记得你当时夺冠以后拥抱的第一个人是谁吧？好像是小龙，是陈龙海，好像是他从场下正好冲上来，因为我正好站在场上，他在场下，我站在那边举着手还在欢呼的时候，小龙冲过来抱住他，就主动抱住。对对。那么谁知道你呢？我好像是小傅侯文啊，傅侯文是有选择性的啊？没有，我正好看到，因为他正好也是刚朝我冲过来，因为他离我最近，他是在四号位接一传，然后离得最近嘛，我正好是离场面也最近。这个时候一般都是谁先冲上来就谁抱谁了，这已经完全没有目标了。先到先得这种。好，今天其实张哲嘉也带着金牌过来了，给我们先做一个展示吧。这是第一上海第一枚。全运会这一届全运会的竞赛项目的一枚金牌，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像实物会比你们当时拍照片的时候要看起来会大很多。看起来大，而且比想象中要重不少。是吧？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子的。是这样子，正面是一个陕西的这次全运会的标志吧，然后反面是这次的吉祥物，反正做的还是比较细致的，我觉得。各种细节做的也比之前要好，我感觉。所以你准备怎么样来保存这一枚金牌呢？觉得肯定是放在家里一个显眼的地方吧，可以让自己有时候父母啊还是自己都能经常看到。我记得当时颁奖的时候，其实在领奖台上陈龙海有一个帮你在理那个衣领还是理这个奖牌的一个动作，是吗？对对对，因为没有想到这个奖牌那么重嘛，挂在脖子上之后这个衬衫这种 polo 衫有点往下掉，所以还是两个人互相帮忙理一理，可能样子更好一点。就其实队友关系是非常好的。对对对 对。那么这一枚金牌，沈指导你怎么样来看待它的意义呢？这是我作为主教练执教第一枚全运会金牌。对。虽然拿了6次联赛冠军，但相比全运会来说，4年一次，这个含金量会更重。就会看得更重一些，是吧？对。那觉得我们能够在这一次的比赛中间拿到金牌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团队协作这股精神，包括上海男排我们的就是5个永不嘛，永不言败，这种尤其在打浙江这场淘汰赛，其实我觉得是发挥的就是淋漓尽致了。就4-2那场其实是最关键的。对，那场其实之前也说到会给队员做一些关键比赛之前的一些心理疏导，具体这个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淘汰赛之前啊，有可能因为今年赛制不一样，今年赛制是一个单循环的，那么没有8进4这个第一场的淘汰赛，对，那么直接进入4强之后，其实面临就4进2的淘汰，其实队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也是在淘汰赛之前4进2之前，也是比较紧张的。你也紧张？对，因为毕竟是。也是第一次，就执教的第一次打那个4进2淘汰赛，因为上一届没打好。那么4进2淘汰赛对于我来说，也是渴望去胜利，所以压力也大。包括我们教练组那天晚上，就在这之前这一天晚上，其实大家都没睡好，打完以后，相对来说就是人也放松了，也舒坦很多了。那张哲嘉，你当时作为队员，有感受到教练员他们的一个压力吗？其实还是虽然。
教练就是表面上没有给我们看得出很多压力，其实但是从比赛当时的准备会上啊，还有比赛结束后那股放松的劲，还是看得出教练们其实背负着很重的压力。然后我们队员其实也是一样，这种四进二的比赛，而且也是第一次打这种淘汰赛嘛，就在这次的赛程里面打这种淘汰赛，大家肯定想的是赢了可能不管怎么样都能有一块奖牌可以带回去了，但输了可能还要三四名再打，可能大家想法可能更会更多一点吧，或多或少会背上一种想赢怕输的这种包袱，所以在场上可能上手表现的还是比较拘谨。那这种具体的心理疏导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会跟他们聊一些什么，就比如说你不要紧张就这样简单吗？还是会比较细节一些？我们也是根据场上的位置然后进行一些疏导，副攻是副攻组，然后催扰动催扰那负责，然后二传组包括我们主攻组自由人组，然后进行就是个别位置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辅导，包括一些就是开集体会议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心理这层方面会聊得比较多一点，希望就是队员能够真正放下包袱去打好这场比赛，只是把这个完全想这个技术的一些过程，而不要去过多想赢怕输的这种过重的一些私心杂念，然后去表现在场上。每一次聊的都会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吗？就是在心理疏导这一块。我们因为也是经历过很多场生死战，包括就是我们作为运动员时我们也参加了好多次全运会这种淘汰赛，所以做我们运动员时期这种运动员当时这种想法也会把当时我们这些怎么走出来的或者压力怎么去卸掉的这种经验，然后会和运动员去聊。那教练员自己的压力怎么办呢？就是你们会在队员的面前会稍微做一些掩盖，但是自己的压力你怎么样来化解？那我觉得这个比赛到临场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种压力啊包括紧张肯定是不能在他们运动员面前表现出来的，那我也只能在就是他们打好球我也可能进行就是释放他做一些就鼓舞士气这种动作吧，然后也在释放。其实其实你前面说到一个鼓舞士气这个动作，大家看比赛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在决赛赛场的时候看到沈昭一直在场边会跑起来，为什么会跑起来呢？在排球的赛场，你在场边。其实排球运动这个项目来说，那没事，张家先说吧。我可以想要先问一下张家，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有，就有时候扣了一个球下来之后，我们不是队员们一般在绕场着跑嘛，然后放松，然后再欢呼，然后就会看到沈昭也会在场上前后的跑，然后还会主动过来给我们击掌，然后我感觉也是给我们的一种鼓舞，然后同时也是能更好的释放沈昭自己的情绪吧，然后在场上可能给我们更好的放松，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反观这时候再看看对面的主教练就很沉闷的站在那个地方，就明显感觉到很明显感觉到我们这边的状态可以更加轻松，能更好的释放出自己的实力。所以真的就只是为了释放压力是吗？沈昭有没有其他方面？其实打决赛淘汰赛全运会赛场上其实技术的比拼它的比重没有心理层面有可能更大，其实打这种比赛其实大家比拼的是那种谁能把压力可以转换掉。那么其实我说了其实我也紧张，队员其实也紧张，那你说在压力同等的情况下其实看谁能跳出来，谁能把这个压力给卸掉，谁能轻松上场，那有可能他赢的几率会很大。那么我在场上跑起来，因为是在排球场上他必须要跑起来，以前就是老沈指导以前带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打好好球以后一定要绕场跑一跑，情绪带动技术。那么这一点上有可能现在年轻队员有可能他不能完全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去这样做。那么我其实在这一点上，那我在淘汰赛包括是决赛中我在旁边跑其实也是希望就是在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去带动他们释放压力，因为我这一跑的话他们场上其实也不是说要节奏那样快就是跑满场飞，只是要场上跑起来以后把这种信号给对手，上海队这么放松，然后他会有积极，其实是相等，他一看你放松了他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打了。其实你看他张家前面也说了，对面教练他压力也很大，其实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气势上面要压过他们，其实我们在博弈，队员在决赛中在博弈，其实教练也在博弈。我教练我放松，他越紧张，有可能在指导的就是在技战术方面有可能他会没有章法了，他因为他紧张了，一看对面教练是这个样子，他也不知道从哪方面去着手去安排技术。就是你是相当于是在气势上面是想要故意把自己的情绪调得更高一些，然后去压倒他们，然后就是说可能心态在这样的全运会的赛场
扮演的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队员呢很紧张，我能看得出来，尤其是场上几个年轻队员，小武啊、小富啊，有可能都是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决赛。那么他们压力怎么来疏导？你虽然在场下，有可能在比赛之前我们准备会或者是其他时间，然后跟他去调整，但关键是场上。场上如果因为千变万化，他有可能随着比分的压力大了，或者是临场的感觉不太好，他自己失误一个紧张了，那我只能靠我的教练在旁边，因为有可能很多比赛教练只是次要的，而主导是运动员、那我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鼓舞他。其实前面沈指导说到，我们四进二的半决赛赢下来以后，可能心里对于夺冠就更有底气了。那在对于山东的这场决赛中间，我们可能看起来总比分是3-0，但是每一局的局分是相对是比较焦灼的。在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上海队为什么能够稳住，能够拿下来？这方面帮我们分享一下。我先说吗？可以啊。我觉得就是打这种关键场次，我觉得上海队啊是非常有底气的，尤其在这种关键分上，用我和上海队去博弈的话，那上海队最后取得胜利是概率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有过很多次吧，有无数次了，我觉得也数不清楚了。这种关键场次，上海队是逆转对手，有很多这种经历，所以打这种我很放心。你对于队员是很放心的？很心，我非常有信心吧。张志佳在场上能感觉得到教练对于你们的这种信任。我能感觉到，因为明显在最后一场决赛的中，反而压力没有像四进二跟浙江打这种半决赛的压力那么大了。在场上，大家更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了，也不说要超水平发挥。这时候打到决赛，前面沈钊也说了，主要还是心态上的比拼吧。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上海队来说，可能更加的有底气在场上，在场上不停地给对方施加压力，然后真的是在比分很焦灼的时候，我们还是因为更加团结，在场上更加互相信任吧，不觉得我们这场球会被对方翻盘啊什么的，心里始终有着底气在打，所以一分一分虽然看着很焦灼，但其实我们的心是非常定的吧，就一分一分拿下就行了。整一届比赛打完以后，觉得这一届全运会它的一个竞争力大不大？大，我觉得这全运会应该是近几年来就是全国比赛里面，就是不管是小组赛啊还是到淘汰赛，每一场球都十分的精彩吧。就是他其实这枚金牌的含金量是更高的那种。那其实昨天我在机场接你们回上海的时候，当时采访了沈富林沈院长，他就说到说上海男排这一次的备战是在沈琼指导的一个带领下，各个工种都做到了极致。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啊，这个极致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给我们来感受一下怎么样一个极致？首先备战我们是全会预赛之后，我们其实已经在作为一个准备期了，因为八强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主要一个对手，然后也是摸底，包括我们在前期的一些术语上的准备，然后我们又去崇明基地嘛，我们上海体育经济体育学校，我们就去崇明基地也是分训了一个休星期，然后作为针对性的一些技术上的指导布置，那么还有我们各个位置的一个分配。那么二传组那肯定是沈院长亲自带，那么主攻组是由我，那么任导也是全世界最佳自由人，他带那个小曲，接应组交给方颖超方指导。那么我们这批运动员，就是以我们为首的这些运动员，以前也是在全国在各位上是最好的，我想用我们的实际的经验，包括我们临场这种对待比赛这种压力怎么去调整的，可以针对性的和运动员去沟通聊天，包括技战术的一些分析，那么还有我们的康复体能也是做了很全面，数据师也是在前期做了更大量的一些准备。那其实是当队员更累还是当教练员更累呢？运动员最开心，我觉得有让我再选择的话，那我肯定是选择运动员。张志佳，你会觉得在队伍中间作为在场上打球的人是最开心的一个工种吗？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说，只要把球打好，就其他保障工作啊，还有这个技战术的方面，教练员会去看录像，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去在场上执行和贯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康复保障做得也非常好，如果有伤有病会有队医康复师来帮我们完成，体能训练上也不用我们自己去想计划，也有体能师帮我们一个个安排，所以我觉得沈钊说的对，运动员应该还是最开心的了吧，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在场上把球打好。一般赛前就是看这种录像做技术分析要花多少时间？就对于教练组来说，就是是不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大家平时看不到的，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这种？
其实我挺讨厌打赛会制的，因为赛会制比赛很累。它累的不是在于运动员在比赛中，教练可能在临场的或者是指导或者是安排，它其实是在就是场下的，场下有可能队伍队员到酒店了休息了，其实教练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要等数据师把所有的资料给整合，整合完了以后，我们所有的教练，像全运会这次嘛，全部到我房间来回，就是复盘就所有的比赛，就教练组一起。对，教练组一起，然后我们基本上都看到凌晨，然后第二天又面临新的对手，新的对手之后又是新的对手，所以每天我们就是天天都在分析对手，就是经常需要熬夜的那种。对，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凌晨两点左右，然后才能正常的然后作息，而队员应该睡着了。一般来说睡着，只要不是七点钟晚上七点钟的比赛打完回来做治疗，其他正常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开始已经睡着了。是啊，对，我们知道其实队员的伤病也是比较多的那种，一般赛后的一个治疗要大概多少长时间？一般我们有两个康复师，一个队医，一个老外的康复师嘛。一般来说，如果说你同一个部位如果真的非常严重的话，可能两个在中式的这边做一做推拿按摩，然后再要到康复师那边去做做康复，一般一个部位可能就要花上一个小时，如果正好有伤病多的，就可能一个人就要花上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甚至更多，所以在康复上还是挺费时间的。那你这一次在全运会的比赛中间，你对于个人伤病的一个控制，你觉得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的那种？我觉得这次在伤病上的控制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之前前期训练保障上，不管是力量方面还是伤病控制方面做的都比较好，这次全运会没有什么特别影响之前比赛，像崴脚啊肩疼啊这种在这次比赛中大家也没有出现，所以这次还是非常好的。那就是这样11天9场比赛这样密集的赛程，可能考验队员的体能，那对于教练来说是不是对于体能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种考验？消耗比较大，消耗我们的精神，有可能专注力啊，有可能就在第二天我们都是需要格外的去提提神，因为我们比赛都是在下午和晚上，所以晚上要熬夜啊，所以工作量也挺大的。那怎么样去保证好自己的这个体能，保证好有这么好的一个精力呢？早上我们来杯咖啡，早上来杯咖啡浓缩的，有时候咖啡下去以后会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一天一杯够吗？一天一杯不够的，绝对不够。我现在咖啡因对我其实没什么作用了，我一天喝三杯都没问题。习惯了。对。所以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备战方面的比赛的临场指挥啊，然后还有场下的一种心理疏导。那如果让两位来总结上海男排为什么能够时隔12年重新拿回这枚全运会的金牌，简单总结用一个关键词的话，沈志亮，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心态比较平和吧。然后我们上海男排都是去为了一个小目标而去来完成的。之前其实我看到在夺冠之后你发了一组朋友圈，当时是把各个位置的教练和队员都放到了这个朋友圈里面，然后还特意讲到了一个字，就是传承。对，然后我前面还加了一句冠军的秘密。冠军的秘密在于就是我们有优秀的教练，然后把这种上海男排的精神然后传承下去了。那其实作为队员的时候你是拿过2枚全运会的金牌，然后这次作为教练又拿到了全运会的金牌。我们昨天在做了一组对于上海男排全运会的一个回顾，当时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2013年在决赛赛场上海男排输给北京男排之后，沈指导当时是哭了的。你看到那个镜头了吗？我是前天好像看到的。然后当时有很多人问我，就是你当时的难受点，对为什么泪点，对泪点到底在哪？其实当时不是说是为了这比赛我输了以后我泪点然后哭了，其实会觉得遗憾还是也不是，当时是因为我们这批老队员，因为我们老队员就是我们都很清楚，2013年全会之后我们老队员都基本上都退役了，但是我这人是非常感，就是非常讲兄弟情的。那么我们这批老队员，我们应该是打了10多年了，然后面临了最后一场，有可能我当时想到就是，以后不能在场上继续跑起来了，不能再去飞鱼跃或者是扣好一个球以后满场全飞全跑，所以当时的泪点在于这里。我们一批老队员，王志腾啊、方颖超啊，就算有一些队员还能继续留下参加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比赛，但我们这几个有可能不会在一起了，有可能他会老带小或者是其他方面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了。
就其实基本上那一刻你就知道自己会在全运会之后选择退役，是吗？那后来为什么在2014年的时候又做出了一个要来竞聘上海男排主教练这样一个决定呢？当时觉得不甘心啊，因为2013年全运会失利以后啊，包括2013至2014年的联赛，上海男排在冠军最关键的场次输给北京之后，觉得因为我也当时也在现场，当时看了整场比赛，觉得上海男排他是有年轻这帮球员也在冒尖了，是有实力的，只是有可能在临场的，如果在更专注于比赛的一些细节上，我可以觉得我上海男排是有希望的。嗯，因为我还是骨子里不服输，不想让这批队员失去更多的冠军。就当时其实你在竞聘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说想要在4年后拿到全运会的金牌，为什么那么早就树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我想人总有点梦想吧，当时希望就是运动员有一个美好的憧憬，也希望就是这批这么优秀的运动员，戴清瑶、张泽佳、张国俊这批运动员能够把2013年这个遗憾给重新夺回来。嗯，那我们前面可能讲的多的是这一届比赛的一个备战的一个细节，那在整体的布局上面，就比如说我们这些球员的发掘、他的培养这方面，你是从哪些角度、哪些地方来做一个这样子整体的一个布局的呢？其实在2014年我接队的时候，有可能这方面有可能是比较薄弱的，因为我们年轻球员刚从青年队上来，我们刚退役，其实如果按照重新就是我们说的就重新注册，有可能是只能按部就班了，不能去改变了，那我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去挖掘和培养。嗯，那么在2017年失利之后，全运会之后，那也是在全国性的然后撒网，你包括小武、武鹏志从大学里面引进到上海，其实他刚从大学里过来，他的水平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水平有可能只是在大学里面是冒尖的，比较优秀的选手。对，你要从事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尤其是上海男排这个成绩在稳固前四名的这个一线队伍、一流队伍里面，他其实水平还是不够的。嗯，那么也通过这近2年这个培养，我们也看到了武鹏是在进步，而且他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的。嗯，还有小傅、傅侯文从山东引进过来，那他当时在山东他是打不上球的。嗯，他也是在小年龄的时候他是好像是半个自由人。对，他只是个自由人，而到上海是个主攻，你想他的变化是有多大？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八一队解散之后也进行了一些人员的就是选材吧，补强。因为当时看中了就是这届全运会是有4名1999年的选手必须是要参加全运会，那么小修和许宗帅当时在1999年龄段里面是比较优秀的。嗯，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然后去和八一队交涉，最后也是取得了就是他们的父母家长的支持，选择了上海。嗯，那其实就像你前面提到小武的时候说到他可能在大学生这个年龄就是这样一个级别他是比较优秀的，那可能来到职业联赛的赛场，来到全运会赛场，可能并不以足以跟职业选手有一个比拼，上海男排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新人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的呢？嗯，前面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呢正好也是在东方绿洲封闭训练。对，那么我们就抽空1天3练，对于小武1天3练，他的身体也是扛下来的，但他的进步是实在是就是也是一个惊人的一个提高吧。嗯，当时早中晚嘛，早中晚，早上一班，中下午一班，晚上一班，晚上都是吃完饭以后到，我们一般是早上练体能，下午是练主课，晚上再帮小武进行修补一些小技术的环节，因为他其实还是就是打球晚，他有可能在细节方面有可能不如像张杨佳从小开始基本功会比较好，就基本功是很扎实的。小武呢有可能就是会比较粗糙，那么上海男排是以前是主打是细节，包括我们的是一些小球技术会比较细腻。嗯，而他在这方面是缺失的，那我们晚上刘指导叫老教练，嗯，还有我们几个年轻的教练，然后会帮一些就是这些年轻球员就是可塑空间比较高的一些球员然后进行加练。教练是帮他们提升基本功，帮他们抠技术方面的细节，那作为队员的话，张泽佳，你们是上海队中的一个中流砥柱，怎么样帮助这些新到队的队员更好地融入到上海男排这个整体里面来？我觉得我们作为队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怎么样融入我们这个集体，因为场上是打球，是7个人一起打嘛。
毕竟是集体项目，不可能单打独斗，所以更快的让他们融入这个集体，就是我们这些队员在场上需要做的。就像前面说的，小五可能因为是从大学转过来的球员，在场上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失误吧，比如说看到球会愣住啊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不能在场上会有更多的去埋怨，而是更多的去鼓励他，然后在场下了场之后就去指导他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更多的给予他们这种经验上的还有这种心态上的鼓舞和帮助吧，能让他更快地融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然后像小曲是主要是接一传的，我们也不会给他太大的压力，不说每个球都让你接到位怎么样的，更多的时候就是鼓励他主动去接，大胆去做动作就行，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集体中，然后打好一个球之后跟着我们跑起来叫起来，告诉他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做点什么事情可以更好地释放压力，这是我们队员应该做的事情。就也给了他们比较多的一个实战的比赛的一个机会。对，当时联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给到小曲给到秀胜整他们的一个比赛，为什么会有那样子一个考虑？当时也是为了全运会做准备吧，因为这疫情期间其实两届联赛了其实都没有用外援。对，对于上海男排其实是一个机遇吧，可以算说是机遇吧，因为正好外援也有点就是事故嘛，那么我们的整体的就是可以更多的时间去磨合队伍，那么尤其是小五需要大量的比赛去得到锻炼。修成成包括小曲啊，所以就是说通过实战让他们慢慢的积累经验，然后有这样一个大赛的一个经验在。那张振佳，你觉得其实你现在也算是队伍中间的老将了，对，可以这样子来说了吧？可以吧。你觉得自己就是这些年来有没有一些进步，然后你觉得进步是体现在哪个方面？作为我个人而言，像打上一届全运会的时候还只是场上年纪最小的队员吧，然后在场上可能还更多的是像当时方颖超方指导，现在已经是我们教练，当时也在场上带着我们打嘛，可能在场上可能更多的还是怎么想着怎么去把自己的球打好，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在场上会出现更多的有点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到这一届比赛的时候可能自己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了，因为场上也不算年纪最小的了，甚至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也算是一个老队员了吧，在场上可能更多的还是不仅要打好球，还是要怎么把所有的人融入这个队伍，能发挥出大家的实力，自己在可能也会遇到问题但是不能表露出来，而更需要自己尽快去调节好自身的情绪，然后不能影响其他人，在人家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能还需要去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在场上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陈指导，你会在赛前给张志佳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之类的吗？就比如说这场比赛你可能要做到一些什么，或者说你在带动队伍方面要做到什么，会给他一些特别任务吗？其实在这次全运会中我对张志佳技术上其实没什么过多的要求了，因为他非常出色。其实我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在决赛吧，决赛的时候在临场我就跟他说，你要把场上情绪再带动一下，场上再多提醒一下，多跑一跑，因为跑可以疏解，对，还是跑起来，因为跑起来以后他不是说只是为了他，有可能他因为我很放心他比赛好像没有大赛紧张会给他，基本不会掉链子的那种，关键是其他队年轻的，就是前面说的有可能小五啊小曲啊都是第一次参加，尤其是这么重要的决赛，有可能我担心的就是他们有可能在不是技术上，关键是心态上会失衡，所以当时希望他在场上把其他队员也带起来，我只是对他只有这一点要求。那张志佳作为球员他是在不断进步的，沈指导，你觉得作为教练员也有8年的一个执教经验了，你觉得自己现在是执教水平达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我觉得我还得学习，我要向沈院长啊，然后要多学习他的执教的这些包括训练方式，包括一些思想上的一些提高，因为在全运会赛场上其实我也紧张，因为这个执教嘛，执教打这种大比赛，其实我那天是在2-3输给小组赛输给山东之后，然后沈院长没有让我一个人在房间自己待着，然后让我到他房间去喝茶，就他开始对你做一个心理疏导，对，他觉得就是有可能在小组在第二场刚开始有可能输比赛，对于我来说是有可能受影响的。其实我觉得当时我还好，就有可能我憋了口气，这球输的我有点懵，因为什么，这个数据报告出来就是不是对手太强，是我们自己东西没打出来。因为所有的数据告诉我们数据太差了，第二场球是我们数据很差，但是我们也能和山东打5局，
那不是对手强，是我们自己 low 啊，我们自己的水平没发挥出来。只要稍微好一点，每个队员只要提高5%，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影响比赛。嗯，好像张志佳也说的，在那场比赛之后，你们对主力队员也就是大家集体一起开了一个会，是吗？对。那掰开来说的是一些什么方面的事情呢？其实掰开来说了，大家刚刚沈照说了，可能是我们自己场上可能数据一看，乍一看数据都不太理想吧，就可能不管是在进攻啊、一传方面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但是其实那天晚上开会根本就没有谈论任何关于技术上的问题，然后不管是沈指导还是老沈指导吧，在那次会议当中只跟我们讲明了一点，就是心态，叫我们一定要把心态放好，然后找到问题是打得要更团结一点，而不是在场上光想着自己的个人技战术、个人得失，更重要的还是怎么去更好的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前面其实沈指导可能讲的是自己还在不断的学习，那你觉得总归是有进步的嘛？自己先来讲讲，觉得就是作为教练，你觉得现在比2014年刚当教练的时候自己做更从容的地方是在哪里？要成熟一点吧，嗯，更稳重一点，就是考虑的东西会更多一点，更全面一点。嗯，张哲佳，你有感受到沈指导的这些年的一个变化吗？还是有的。刚上来当教练的时候，沈指导在遇到这种关键比赛啊，有时候落后的时候，沈指导可能会表现出来一些着急，可能就是我们队员也能看得出他场上的一些急躁，也觉得有点无可奈何，有种恨不得想自己上来打的这种感觉。但现在到今年这种比赛的关键时刻的时候，陈指导在场上给我们的还是更多是沉稳稳重，而并不是之前这种急躁啊，想办法快速扭转局面，疯狂告诉我们技战术上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调节我们的心态，让我们场上做得更好，明显要稳重不少。就是你前面提到一点，我好像很久以前有一次采访的时候，沈指导也提到过，就是说当教练员可能是更累的，就是这种时候是恨不得自己上场去替他们打的。现在还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现在年龄大了，跑不动了。就是你还有那个想法，但是可能在体能这方面需要再加强一些。不是，现在就是队员已经成长到足够让你放心了。对，我觉得我现在这批队员，我觉得现在就是完全非常信任他们，就是能够在场上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自己的心理，去赢下所有的比赛的。嗯，赢下所有的比赛。那我们其实拿过全运会的冠军，拿过联赛的冠军，上海男排的下一个目标现在有了吗？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下一个目标最近的可能还是后面的联赛冠军，或者已经要开始展望下一届的全运会了吧。这么快就开始展望下一届全运会了吗？四年一届，其实从领奖台下来，都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嘛，其实从现在开始其实已经开始备战后面的比赛了。嗯，那你前面提到联赛，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上海男排新赛季是签了2名意大利的外援，沈指导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签入兰扎和维特里这2名意大利的外援。先从他们这个2名球员这能力来说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兰扎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主攻，那么对于上海男排的时候需要这方面，而且他是个领袖，因为他在意大利国家队尤其是在意大利联赛中表现是不俗的。然后颜值也很高，听说是颜值很高。就是球迷对于上海男排首发员的评价是第一看颜值，真的是这样子吗？就帅气的运动员应该都很聪明，球商都很高，对吧？所以我们上海男排其实很多的帅哥。从第一年开始吧，第一年我喜欢萨瓦尼啊什么的，萨瓦尼，包括那个孔蒂，对吧？兰扎呢是也是在有可能他不是说这种绝对实力这种轻，就是那种实力型的这种球员，他也是靠自己的在技术上是比较实用的。那么维特里呢？就维特里，维特里在打接应这方面有可能会更像萨比，对吧？萨比之前也是来过上海的，那维特里有可能在实力上要比萨比，目前来说有可能要比萨比高，因为毕竟萨比年龄上已经也30多了，他从体能包括体力上有可能是下降了，而维特里年轻。张志佳，你会比较期待这2名外援的到队能够给上海男排带来些什么？就是从队员的角度来说，就是从队员角度来说，可能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国际上更先进的打法，对一些困难球的处理方面，然后更多的还是在希望可以看到在逆境中这些国际这种巨星吧，在场上的这种表现，从他们身上吸取到这种在场上怎么更好的去团结队伍啊，或者在场上怎么可以更好的帮助球队走出困境的这些
做法和能力吧，希望从他们身上学习。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到队？这个有在一个慢慢的操作的过程中间吗？正常来说应该在九月下旬应该要进入中国。那么还有因为啊，现在因为疫情有可能要在中国上海有可能要隔离21天之后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归队。所以现在其实两位是进入了一个等待了很久的一个假期。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安排吗？我觉得还是先陪陪家人吧，啊，因为近几个月都是啊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比赛模式，那可能回家的机会比较少。其实大家还非常关心沈指导的婚礼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提上议事日程。有在着手准备吗？还是说？目前应该估计还挺难的。现在毕竟疫情。还等待吧。那么其实当时也说过，就是说宝宝的这个事情又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吗？因为我们去拍你们拍婚纱照的时候，当时其实沈指导就流露出其实也会把生宝宝这个事情提上议事日程的，所以这方面现在正好全运会的冠军也拿到了，所以会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准备吗？会考虑吧，会考虑一下。说不定就是先有沈庄汗都出来了。那张正佳，你对于接下来的假期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规划吗？觉得还是先回家休息休息，然后多陪陪家人吧。因为之前都是在封闭的训练，也有大概一两个月没有回去过了吧。一两个月没有回去过了。然后更多的还是现在有点一下子压力一下子松下来了嘛，感觉整个人都。有点懒洋洋的，可能还更多的还是想更好的在家休息休息，也没有慢慢的调整，慢慢调整调整，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吧。那其实你前面提到说，在封闭训练的时候，碰到我们这种就是队员心理压力大的时候，队伍怎么样来做一个调节呢？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解压的方式吗？就更多的还是可能下来之后跟队友们一起打打游戏。然后聊聊天吧。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排解。对对对。那张真佳好像接下来还有一个神秘任务是吗？现在可以透露吗？什么神秘任务啊？你现在还不知道是吗？什么现在可以透露吗？甚至道那我们就还是把这个悬念稍微做保留。好的，今天呢就谢谢沈琼、沈指导还有张哲佳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谢谢各位收看我们的冠军面对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